我们今天要来干嘛呢？我们今天要来做快筛的测试。我们今天在选的是在便利商店就可以买得到的，那我们今天来试试看吧。你会不会紧张？紧张？有一点紧张。那我们谁先呢？我？你？你？我先。第一个，先把试盘拿出来，然后你要先确认这个有没有绿色的珠珠，如果它有绿色珠珠，表示这个已经受潮就不能用了。这个呢，它里面已经有试剂在里面了，等一下要把做好的简体放进去，那它有放一个立体的杯子，这样子你才不会倒。撕开，它这个有棉签，好，好有趣哦。方便给你装。花这边大概是一公分，没有太多了。棉花的底到这个的中间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头稍微往后仰，然后平着你的鼻子下面跟着嘴巴鼻腔，对，平平的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好了吗？可以慢慢转，大概四圈。我不知道，心里可以摸一下，你有摸到？他说大概十五秒。嗯，你有碰到那个鼻腔吗？那个框框。你要绕着你的鼻腔绕圈圈。哦，原来是想这个。要再进去一点，快出来了。好，换边。好，慢慢来。2、3、4，差不多可以拿出来了，直接把它放到里面去。怎么有点想流鼻涕？放到底哦，放到底，好，可以，然后转转十圈，这边稍微抓一下，因为它要稍微把那个棉花上的东西弄下来，这个就不要了，直接丢了石头。等一下，我的鼻涕。黏膜，你的黏液，我黏液在里面，大家，你黏膜。好，这里，它这边有附一个盖子，直接把盖子盖上。重要时刻来临，来，你自己滴，可以直接滴了，对，不用等，滴圆圆的，直接滴四滴，哎，三，再滴四滴，好，这样子要把它放15分钟以上，30分以内要来检测看看。好，十五分钟。那我们要一个测完，再换另外一个。没有吧？没有，没有，已经在那等等等等十五分钟。这里面还有，直接帮你丢掉。好，好像感觉还好。好，等一下，感觉好像还好。我要第二个。啊哈。因为呢，我觉得我如果等一下看重铸很可怕的话，我就会更怕。我有点后悔，我刚刚说我第一个。他觉得你很浮夸。没有，不是那种不舒服，你们不用怕。我怕。你们不用怕。我怕。好，我来了。我需要拉人中吗？不用。没在乎。哎，这好香哦。不重要。头稍微往上抬。这样够就够抬吗？可以。擦。进去。进去还不够。再进去，再进去。再进去一点点。好，可以转。哦，脚。你要用整个绕那个鼻腔。你想叫？嗯，不要叫了，你会不自觉出来哦。哎，你不要，你要擦深一点。这边很深，有深吗？擦另外一边，进去，再来，再进去一点点。好，绕，慢一点，然后要贴着鼻腔慢慢，像把东西擦下来的感觉。你到外面来了，不过里面。可是它已经在那个孔嘞。可是你是在外面嘞。它的鼻孔，它是要鼻腔里面，你现在是擦鼻孔而已，你要擦里面一点。嗯，我帮你。你还没有哭哎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有哎。对啊，有东西。来，你自己转眼泪已经出来了。好有趣哦。
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可怕，对，但是它伸进去会有一种被伸进去的感觉。一二三四，好 ，OK。甜甜，感会不会觉得很可怕？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蛮平静的，今天蛮平静的。我帮你看你有没有擦很深啊。还不够，嗯，可以再进去一点吗？好，好，可以了。OK。哦，你跑出来喽。好有趣哦，好玩啊！你越擦，你越擦越出来。对，你要擦一点，你要固定在里面一个点。好，然后转四圈，然后就可以换边。这整个是在外面的。真的吗？我对你这样整个鼻腔是在外面的，因为你那个已经看到你的棉花了。尴尬了。哦，这样。对，你是我们里面最有经验的人，你应该知道吧？被捅过鼻子的经验。对啊，他不是有叫做鼻胃管吗？那另外一边，再进去一点点，好，可以，不要出来哦。好，在旁边看的感觉是这样。好，可以。就来静待15分钟，谢谢。OK 啊，你看我的，还有8分钟，然后再8分钟再换别的东西。听说只要有淡淡的一点点都算阳性，是的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我们就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吧。我觉得我看起来蛮健康的，你也蛮健康的、啊。那我们叫午餐吧。恭喜你，莹莹很安全的度过这一关。恭喜，没有淡淡的吧？没有。大哥，啊，你这两个月有出门吗？没有。你有吗？没有。啊，我有，所以我没事，两个没事。大哥连我家楼下 Seven 我都去过不，大概2次而已。好厉害。耶、yeah, ，我的非常的 C 好不好？只有一个 C， 这次松了一口气吧。哎、欸，但是如果真的有，我才会吓到。嗯，就是吓到。对 啊，又没出去这样。对，然后也有，说不定是家人。对，所以就等于是我们整个家都是毒，所以就是你要你家都。带回去给你家人。你觉得如果你确诊了，而且是因为家人带来的确诊，你觉得会是谁害的？我觉得会是我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脏。莹莹，你觉得会是谁害的？我觉得是我妹，因为她一直去聚会。甜甜，你呢？肯定是我妹。为什么？因为她也就是一直出去啊，也不是一直出去啊，就是比起我们家的人，她最常出去。她去约会吗？她去上班啊，她在餐厅上班啊、哦上班，然后假日有时候会跟同事聚会什么的。哦，那他们还真的过得蛮爽的。对啊。快给我看。好。为什么一定要站起来？这样比较明显。甜甜结果是阴性、yeah ，恭喜大家，祝我们依然健康。没错，依然可以继续拍片，好不好？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。好，我们来说一下心情好了。好，好话你先说。我刚得知我们要快筛的时候呢，实在觉得很可怕，因为我没有被捅过鼻子，我觉得很可怕。嗯，但后来捅完之后感觉好像还好。在测的时候啊，嗯。想说，哎，会不会插得不够进去嘞？插一下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还不够进去，
再插进去的时候，哦，有点感觉，有点感觉，感觉来了，再换另外一个洞。好，拿出来之后觉得嗯还好还好，滴上去到现在没事，阴性，阴性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可怕，好像都是自己的心理作用，其实没有那么像，好像有人很浮夸吧，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谁谁很浮夸。我就是看过有一个女艺人还没插进去在哭，所以我很怕。你们这些人没那么可怕，大家也可以去买来试试看，好吧？没有那么可怕的。现在这到处就是有那个药局、便利商店都买得到，在莱尔富还有摆很多种，好像有三种的不同厂商的，而且还摆很多盒哦。所以现在便利商店都有卖，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，确定自己没有事再出门。没错，出门记得要戴口罩，勤消毒。好啦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下面帮我们点1000个赞，我们去拍下一集，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灯。那之后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很高兴我们还可以在下次再见面，大家。